怎么拔牙吗？你再看看孔雀怎么开屏吗？你先来到大森林和动物交个朋友吗？我们一起看绿野仙踪吧。你想知道海豚会哭睡觉吗？你想看看熊猫有几个手指吗？你想来到动物世界探访动物朋友吗？我们一起看绿野。暑假快乐！小朋友们看见淅沥和哗啦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小伙伴们，是不是又放暑假，又能看见淅沥哗啦，就更开心了？这一到暑假呀，我又有好多想法。都有什么想法呀？我要在暑假里看完我想看的书，我要去旅行，我要看蓝天，我要看大海。没意思。那你说什么有意思？我说了，你可不能告诉别人。什么呀？还神秘兮兮的，说吧，我不告诉别人。我要吃好多好多的肉包子。和你真的没有办法一起玩了，我要找丑丑，丑丑，丑丑。丑丑不在这儿。那丑丑在哪儿？原来丑丑正在享用他的水果大餐呢，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哗啦的传染，丑丑也变得贪吃了。看来这书很好看呢，瞧丑丑开心的怀里的水果都掉出来了。放心吧，没人跟你抢。书里有很多的知识，多看书是件好事，小朋友们也要向丑丑学习哟。哎呦，这是，原来是树上的橘子熟了，砸到了丑丑的头上。丑丑看到橘子赶紧追了出去，要知道橘子那可是丑丑的最爱。追到了，追到了！丑丑一个饿虎扑食，呀，怎么橘子掉进洞里了？伸手够橘子，看来有点难度。换个姿势，还是够不到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你可是聪明的丑丑，好好动动脑筋。有了，我们看看丑丑到底想到了什么办法。群踪提醒你，爱护小动物，从我做起。哦，丑丑想用铁锹把地洞挖大，看来这个方法不行。丑丑又想到了新办法。一个玻璃瓶子，和地上的洞一样粗，和地上的洞一样深。丑丑这是要做什么呢？原来呀，丑丑这是要请救兵了，看看哪个灵巧的动物朋友可以帮自己把洞里的橘子拿到。饲养员似乎没理解丑丑的意思。就是灵巧的可以帮我拿到瓶子里水果的动物朋友。哦，看来饲养员明白了。接下来丑丑只需要耐心的等待了，只要这个动物朋友能拿出玻璃瓶内的食物，就一定能帮丑丑拿到洞里的橘子。
哦，看来饲养员理解错了丑丑的意思，这条黄金蟒把丑丑吓得不轻。丑丑胆子可真小，不过黄金蟒可能帮不上什么忙，要我说呀，应该找个威武的动物朋友，比如百兽之王。丑丑听了哗啦的建议，找到了百兽之王。不过这只百兽之王有点特别，东北虎，4个月，特点活泼好动的小小百兽之王。小东北虎已经闻到了玻璃瓶里食物的味道，它会用什么方法拿到食物呢？小东北虎亮出了自己的白牙，用牙齿开始咬玻璃瓶子，用不上劲儿。小东北虎干脆用2个爪子抱着瓶子咬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，这个样子可吃不到里面的肉，真是急坏了小东北虎。丑丑觉得可能小东北虎帮不了自己，只好拿回玻璃瓶子，他决定去找找别的帮手。老虎虽是百兽之王，可是光用嘴好像帮不了忙。丑丑，你应该去找一个胳膊细长、手指灵活的动物朋友。我们去看看丑丑这次找到了谁呢？丑丑找到的第二个帮手是猕猴。猕猴，3个月。特点胳膊长又细，取食很便利。丑丑把好吃的香蕉放到了玻璃瓶子里，看看小猕猴能不能顺利的拿出来。小猕猴用灵巧的双手把这个玻璃瓶子滚过来滚过去，看得出它非常想吃里面的食物。可是对于怎么把吃的拿出来放到嘴里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，看来找小猕猴帮忙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还有谁能帮丑丑呢？我可以实现你的任何愿望。哇，我想变成他。哪里有危险，哪里就有我，超人来啦！总之，我要拯救地球。拯救地球。绿野寻踪提醒你。
你保护地球，从不乱扔垃圾做起。丑丑，我觉得你找的方向是对的，不过应该找个更聪明的家伙，比如红毛猩猩。聪明的红毛猩猩能够帮助丑丑吗？红毛猩猩2岁，特点脑筋转得快，聪明又可爱。红毛猩猩最爱吃香蕉，发现了瓶子里的香蕉，高兴地亲了起来。可是你得想办法把它拿出来呀。小红毛猩猩首先向我们展示了它的长舌头，接着是牙，叼着瓶子，看着香蕉，急得猩猩脚都跟着使劲。你快用用你聪明的大脑呀！咦，红毛猩猩居然把瓶子倒了过来，香蕉从瓶口掉到了外面，自己还没发现呢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红毛猩猩终于吃到了好吃的香蕉。虽然红毛猩猩把瓶子倒过来吃到了香蕉，不过冻在地上是倒不过来的，只有伸手才能够出来。可是红毛猩猩没有伸手的动作，可能他也帮不了丑丑。丑丑，要不你去问问小浣熊，听说他们的前肢特别的灵敏。小浣熊，特点身手灵敏，转眼卖萌，集体上阵。丑丑把食物放进和洞一样深、一样粗的瓶子里，究竟小浣熊能不能伸手够出里面的食物呢？一只小浣熊过来了，上前闻了闻，试着伸手够了一下，有点难度。这边又来了一只小浣熊，试着伸伸手，哎，非常容易嘛。小浣熊直接抱走了食物，是不是偶然呢？让我们再试一试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小浣熊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各种灵巧的身手，单手够，双手够。取走玻璃瓶中的食物，对于小浣熊们来说简直是太容易了。小浣熊们还向我们展示了他们专业的卖萌能力，真是太可爱了。丑丑终于找到了可以帮助自己的朋友了。最后，丑丑把小浣熊们带到了橘子掉进的洞口。小浣熊们，快帮丑丑把橘子拿出来吧。拿到橘子的丑丑自然也很大方，和小浣熊们一起分享了这个橘子，自己吃一半，另一半嘛就送给小浣熊们了。小朋友们，有没有发现不同的动物们在帮助丑丑的过程中会用不同的办法，有的用手，有的用嘴，有的还会用自己聪明的脑袋想办法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让林伯伯来告诉大家吧。其实动物这个取食方式跟他们这个
动物的物种本身有关系，也跟他们这个进食这个方式有关系，同时跟这个生活环境有关系。那么我们说猩猩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灵长类动物，它的上肢啊是非常发达的，我们讲过它的上肢呢这个肩呢是可以环绕的，所以说呢它这个什么呢取食呢主要是靠这个双手来取食。那么小老虎呢它吃食物呢这个嘴的力量是这个嘴的作用是最大的，它主要是用爪子抓住食物之后呢用嘴啊把它吃下去，所以它有力的武器一个是牙齿一个是爪。浣熊的这个前手啊它的前臂跟拇指啊是很发达，它用手啊去识别食物的好坏跟取食，因此呢它就会用它这个所有的这种习惯，就是用爪去抓食物的这种方法呢，它很容易就从这个什么呢管里面把食物拿出来。在动物界里面呢，不同的动物呢在取食它最需要食物的时候的方法呢有各有各的特点。我明白了，这瓶子跟洞一样宽一样高。没错，能取出瓶子里的水果也就能取出洞里的橘子。没错，小浣熊、东北虎、红毛猩猩、猕猴都是在帮助丑丑。没错，最后小浣熊帮助丑丑拿出了橘子。是这样的。那丑丑分给小浣熊橘子是什么味道的？花拉，你就不能不想着吃吗？好吧，那我想绿野卫士总行了吧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打碎的。别动。我看看，哎呀，他有没有受伤？没事，对不起。幸好没事。重大消息，重大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什么来着？我给忘了。哎呀，西莉啊，还是你说吧。我说，刚得到消息，有一群亚洲象要来咱们这儿。林伯伯让我们一定加强防守，保护好大象。哦，对。收到。我们看看亚洲象。哎，好，亚洲象。哎呀，好吃。象牙，吃，你就知道吃，没用的东西。告诉你，蟑螂间谍刚才来报告，说有一群亚洲象要来这里，得到这群大象就等于得到了很多象牙。象牙？吃吗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出发。几只呢？想干掉他们！回来，别坏了我的好事儿。再等等，等到齐了，一块儿拔掉他们的牙。呼哈嘿，呀呀呀呀呀！嘿嘿，
哗啦，稀里哗啦，你俩干嘛呢？让我也看看，哎，大象哎，跳跳舞王和大林翔，他们两个不会要拔大象的牙吧？这两个混蛋！别慌，小柯，你快叫大家起来呀、啊！好，我叫大家起吧。起床啦！叫明白，起床啦！小美丽，起床啦！有任务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？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？集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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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面请林伯伯给大家布置任务。联系一下林伯伯。呼叫林伯伯，呼叫林伯伯。你们的任务是保证大象的安全，同时要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小柯小明白，你们立即出发。是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带着这个，带着这个。你拿我的饺子皮儿干嘛呀？这可不是普通的饺子皮儿，它叫神奇膏药贴，把它贴在人脸上，就一下就能贴走人脑子里邪恶的念头。哎哎，小明白，你拿一贴贴哗啦试试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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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对不起大家，昨天晚上我把冰箱里的肉包子全吃了，害得大家没有早饭吃。太有意思了，我也试试。哎呀，我错了，小美丽，我总是趁你不注意吃饭的时候把胡萝卜放到桌子下边。什么？不止如此，我还总埋怨你做饭不好吃。小明白，快走。哎，你们小心点儿，可别把车给撞坏了。别别别别，坏的不灵，好的灵。哎，慢点慢点，小柯慢点，坐坐坐坐。哎呦呦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开车都已经到达人车合一的境界了。坐好了啊，加速。人车合一，是树车合一吧？车坏了！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咱们用跑的吧。行。哎，乖乖们都到齐了。倒霉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还不快去？是。回来。你就空手去啊？我有他呢。嘿，笨蛋，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笨。这么大一颗雷能把大象炸飞，就能把象牙炸烂，你等着。拿着它，瞄准了打。哎，是是是。
哎，这象牙都让人拔光了，哪来的牙呀？哎呀，饿死了！真恶心！啊！哎，女王！这什么？好，不知道是哪踩的屎。笨蛋，离我远点！象牙呢？象牙？对，哎，我来晚了，都被别人拔光了。拔光了？啊！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蛋。嗯，你刚才看见的那些是母象，啊，母象没有那个长长的牙，啊，只有公象才有那长长的牙。公象在那边。是。哎，小明白。这个神奇膏药贴真好用，但是要怎么贴到倒霉强脸上呢？贴到他脸上，哎，哎，有办法了，咱们给他做个陷阱。陷阱？陷阱怎么做呀？倒霉祥那个笨蛋最爱吃鸡腿了，他肯定上当。哎，小柯啊，哎，你看这根怎么样？行，可以。好，慢点。倒霉祥来了，快躲起来。好。公象上哪儿找去？鸡腿儿，公象，你们等会儿啊，等我吃完鸡腿就找你们。哎呀，再有一个就好了。鸡腿儿，杀大象！我真要不杀大象！好了，你既然知道错，我们这次就放了你。来，好了，既然你知道错，这次我们就放了你。走吧。你这个陷阱真是太厉害了。是啊，这个神奇膏药贴也不错呀。象牙呢？
上了生命和人类一样重要，我不许伤害他们，更不许任何人伤害他们。你吃错药了吧？跟谁说话呢？怎么了，这个？嘿嘿嘿，嘿嘿嘿！什么情况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我在鸡腿上，鸡腿上！发生什么了？首先是大象，再然后是小柯，看来得我亲自出马了。倒霉祥和漂漂女王他们又回来了。哎，倒霉祥已经知道错了，他不会回来的。我来说，心里忘了告诉你们，那个神奇的膏药贴的药效只有15分钟，过后就不灵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那我们赶快回去吧，要么就来不及了。走。大象就在眼前。哎，我要动手了。住手！又是他们，总是给我捣乱。女王别怕，看我收拾他们。女王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我还活着吗？哎，活着活着，您当然活着，您长命百岁。哎，女王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要象牙，我不想做你的象牙，我是猪毛。15分钟时间太短了，我再给他补一个。哎，小柯，他怎么了？小明白收到。哎呀，忘了告诉你们，药效过去之前千万不要使用第二天，否则会怎么样呢？否则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，也就是会变得更邪恶。那怎么办呢？司令坏了，上当了啊！快回去！哎呦，哎，又让他们跑了。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再见。